北海居士林一年唯一的一天，开放瞻仰佛陀真身及诸圣弟子舍利，让你我都能在威赛节日更贴近佛陀。今年北海居士林一系列精彩威赛活动就从威赛前夕晚上开始，法言尊者将带领大家一起共修十福业，传灯仪式以及佛舍利巡境绕道场共菩提树，一起忆念伟大佛陀于菩提树下圆满成等正觉，这磁场简直是太棒了。在正日当天呢，这里会进行浴佛法会，还可以在这个漂亮的户外花园进行浴佛打卡，敬佛身的同时也可以清净自己的心。这里也准备很多的花灯给你供养佛陀，供曼达及八供养，静心奉佛抄经，放生活动，以及全免费任你吃大饱的美味素食摊格。跟大家广结善缘的同时，也鼓励呼吁大家持素，到时候北海居士林全天开放，诚邀大家出席，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我们不见不散哦。